这边这两个大姐在这儿摆 pose 呢，照这个城堡。然后我现在在这边寻找一下这个好的景色。我觉得这边的话风景确实很好。我之前呢去这个克拉克的时候呢，我觉得克拉克的那个城市呢太小了，老城区很小，而这个华沙的话呢它是不一样的，城区非常之大，然后呢建的也很有波兰特色，就是说很像是欧洲这种古典小镇的味道。但是呢现在的欧洲其他城市就不行，被穆斯林都占领了，没有那种欧洲的风韵。